实验室的宾士车哈，那个这台尼康的 Nikon， 日文叫 Nikon， 美国人叫 Nikon 哦，这个读音不管它，它长这样子，来麻烦你围过来看这边，它是这样子做，来再近一点没关系，再近一点没关系，它是会有这个圈，然后呢这边分解开对不对？你们到时候在考丙级操作或在实验的时候都没有关系，你们听到一声，哎，可以靠过来看，没关系。OK， 好，来，那现在我跟各位讲哈，我就不要动它。那这边一般在做的时候，它需要用那个试镜子。好，那试镜子的话，我跟大家提醒过，要插的时候呢，要插的时候，请问哈、哦，请问插的时候就是单方向。转个方向，好，那这样一个情况，请问你看到它的小字吗？来，陈兄，你看一下，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请问你放进去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两个可能性？我们眼睛往上看，字是正的，或者字是反的，有两种可能性，对不对？请问你怎么做？就放上去，因为我今天不要摸到它的边缘哈，放上去，然后呢，把它转上去。这我期末一定会让你们做，但是是时间点，先让我把现在带完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就眼睛往上看。OK， 现在字是反的，好，来麻烦你瞄一眼，这个字是不是反的？好，就请来当代表看哦。好 ，OK， 好来，那这时候字是反的时候怎么办？就把它打开，因为你们在考场上或者在真实在实验上。好，灭菌到了哈。好，这样子的时候把它请出来。刚才这个方向是反的，对不对？把它换一个方向进去。那因为我跟各位讲，因为它是透明片，所以当时我让你们学长给操作的时候，我都会放一个这样子的东西。放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，它才不会掉，它才不会掉。好，好 ，OK。Okay， 里面是平的，把它塞进去。不好意思、哦，那个我不是不相信你们，但是我们先把基础练习好哈。这样子的话，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，把我们的我叫做圆形刻度片塞到里面去，塞到里面去。好 ，OK， 好。正方形的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我看，按这个，对。